宝会的都写了，有都写完了，会的都写了。OK， 没写就代表不会，对，很好。你那点什么？我没课，一直手指头数。都没来了，都没来。这个没写。我刚给来十二题。我昨天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写完它，把作业全部写完，而且打成过了。我只花了两个小时。我也跟各位一样，没有标准答案。那如果说我直接用笔写的话，大概不要一个小时可以写完。所以中间有一些，请听清楚。有一些 paper， 也就是说，当你要去做这些题目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技巧，这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它是课本里面的习作，对不对？所以有一些 data， 你要从课本里面去查，它不给你，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哎，好像少了一些东西，那少的东西在哪里呢？在课本，你要去找。我举一题来讲，因为这一题各位可能写起来会非常非常奇怪。我看看在哪。12-21题，各位的答案有没有计算出来？12-21。对。没有写。他算在我那个一只手上。他算在我的范围内。算在范围内。哈哈哈哈哈。没有。好。这一题的重点，它是问说食用醋的醋酸浓度，对不对？嗯，对不对？对。那请问上面那一杯跟最后的这个问题中间的连结是什么？对，你直接从前面算，前面是告诉你说用氢氧化钠去做滴定，对不对？滴定算得出来吗？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滴定是不是这样子 ？M1 V1 等于 M2 V2， 这个是氢氧化钠的，这是。醋酸的，对不对？是不是？那请问是醋酸还是氢离子？告诉我，酸碱中和，请问它是氢离子，所以说这边是氢氧跟离子的末数。这边呢是氢离子的末数，对不对？是不是？志杰有没有问题？啊？可以吗？语言 ？OK， 好。问题就在这里。这边就牵扯到一件事情，请你查后面的附录，去把醋酸的
解离度要查出来，因为一摩的醋酸它解离度是十的负五多，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十的负五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两个乘积叫做它的解离度，请告诉我说的。1.75乘十的五负七，负五，记得是负，因为写过一次，我就是有印象。好，你第一定以后，请注意啊，这一题哈，来看看黑板，不必看书了。你滴定完以后是不是氢离子浓度？对不对？你这样算出来 M1V1 M2V2 这边算出来是氢离子的摩尔数，然后它会告诉你醋酸的体积，对不对？是不是？那是不是有氢离子的浓度？了解这意思吗？好，请问氢离子的浓度跟醋酸跟离子的浓度一不一样多？一样多，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计算出来以后，这边跟这边的乘积是应该是等于这个，对不对？是不是要等于这个，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他现在问你是醋酸的浓度，对不对？是不是？那这个东西这个就叫它的解离度，氢离子浓度乘以氢盐醋酸根离子浓度除以醋酸的浓度等于它的解离度，这是解离度的定义，这一点没有讲，对不对？因为酸碱盐还没讲。OK，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当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再强调一次。但是这一个题目里面就牵扯到这一个问题，所以你计算出来的氢离子浓度绝对不是代表醋酸的浓度，对不对？是不是？了解这意思吗？啊，好，我先跳过去，请各位尽快的做，来，给我一个时间，什么时候给我？礼拜五。好，不会的。啊，不会，不会，你就写不会。哦，好。你就写不会。那别人你是写完了。对不对？啊，然后最重要的是，请你告诉我你哪里不会，可以吗？好比说你哪里不懂。好不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不必一题一题讲，对不对？是不是？好，好，我们先把这个放过去，好吗？好，我们先讲今天的内容。一个名词，这三个
名词跟这一个名词，请问有没有概念？嗯，有。双取代反应只有两种，一种是酸碱中和，一个是沉淀反应，这两个都叫做双取代反应。酸碱中和很简单，我们拿氢氧化钠加上盐酸，它会变成氯化钠加上水，这叫双取代反应。那什么叫做沉淀反应呢？我们用硝酸银加上盐酸，它会产生氯化银的沉淀，然后加上硝酸银，加氯化钠，然后呢，它会产生氯化银跟硝酸钠，这个是沉淀，这两种都是叫做双取代反应。这边只是告诉你一个概念而已，好像从来没有人考这个东西，然后什么叫做取代反应呢？是氧化还原。请你注意，氧化还原一律是取代反应。只要是氧化还原的反应，它一定是取代反应。好，因为有一些，好比说用高锰酸钾去滴定两价铁，然后呢，它会产生两价的锰跟三价的铁。这一种，如果说它问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因为这个里面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东西，哎 ，thank you， 对不对？但是呢，这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对不对？看得出来吗？这个东西价数上升，价数上升是什么？氧化，对不对？价数上升是氧化，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价数呢下降叫还原，对不对？哎，大家听听，乖乖，降数是，这是不是正七？我们讲氧化数，这是不是正七？因为氧都是负二嘛，对不对？那这个四二八，然后这边就自然是正七嘛，对不对？那氧化数这边变成正二，它是不是降了？对不对？下降了，这边是正二，对不对？这边变成正三，上升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叫氧化还原嘛，对不对？这个反应是不是叫氧化还原？有没有问题？来，志杰，这个告诉我，哪里有问题？正七它变成正二。对啊。是它是不是减你？降你，对不对？是不是？那这边正二变成正三，是不是加一？对不对？加就是氧化，减就是还原。有没有问题？那个是上升，一个是下降。嗯？一个上升，一个下降。哦。有上升绝对会有下降，有下降绝对会有上升，
绝对不会说大家都升，大家都降。OK， 那这种反应，你看得出来它取代了什么吗？没有，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呢，它是氧化还原反应，所以说它就是取代的。了解这意思吗？只会这样跑，跑不了，是不是好？分解就比较简单了，对不对 ？AB 变成 A 加 B， 化合呢 ？A 加 B 变成 AB， 这就很单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两个有没有人会问？没有，没有人会问。那这个呢？太简单，太简单，啊！只要酸碱中和跟沉淀反应，啊，很容易背，对不对？所以会考。啪一个式子出来，然后呢，里面呢就不是像这个那么单纯的，让你就看出来了，类似都是这种东西。OK， 让你用氧化素的升降去判断它是不是氧化还原反应，只要它是氧化还原反应，它就是取代反应。OK， 啊，只帮各位复习啊。这边讲的酸碱中和这件事情，请问是哪一个？酸碱中和这件事情，我们是指氢的摩尔浓度等于氢氧根的摩尔浓度，还是氢的摩尔数等于氢氧根的摩尔数？氢的摩尔数。OK， 非常好 ，very good。好，我们都知道酸碱中和最主要是用在滴定上面 ，OK。然后呢，我用四克的氢氧化钠，500毫升的氢氧化钠溶液，然后呢，我去滴定100毫升的硫酸溶液，
然后我用了氢氧化钠，一共用了40毫升，请各位马上现在就计算硫酸的摩尔浓度等于多少，来马上算。我顺便喝口咖啡。刚刚那一题我已经讲过酸碱中和了，对不对？醋酸那个。好了没有？上面是上面配成一种液体，下中间这个是一个滴滴，就是100毫升的硫酸。是的。它浓度是？我现在就问你，硫它所以是两个中和。对啊。我去滴定这个，我使用了这么多嘛。嗯。所谓的我使用了这么多，就是。达到滴定终点 ，OK。还有30秒。这又算出来了，音乐没有，直接在重点。好，来，太子妃，先把你手头上的东西先放下。全部看黑板。4克氢氧化钠的适量是多少？40。所以说等于0.1摩。这一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它配成0.5滴。配成0.5L的溶液，所以呢，它的这个摩尔浓度是多少？0.2，哎，对不对？是不是？好，这个是
氧化钠的，这个是硫酸的。氢氧化钠的这个东西是 0.2， 体积呢它使用了多少呢？40。然后呢 M2 是我们要用的， V2 呢是多少？100，对不对？有没有问题？这个式子列出来有没有问题？有哪个错？陈玉，没有。陈玉，没有。李岩，可以啊。那加 M2 等于多少？0.4 除以0.4乘以0.2， NL 这条地方有对不对？0.08，对不对？有没有问题？没错吧？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40除以100，0.4嘛，对不对？那0.4乘以0.2，不就0.08吗？有没有问题？0.08是什么？它的浓度。什么的？没错。请注意哈，这是氢离子，对不对？是不是？对啊，应该这换那个 OH 碳才是。对不对？是不是氢离子浓度？8的时候，那硫酸的浓度是多少？0.04。对，硫酸的浓度。了解这意思吗？会不会太快？好，哪一边卡到？知道计算这一题，你只有多少时间？计算这一题的时间顶多只有30秒，最多。你超过30秒，后面就麻烦了。这边其实只问你一个问题，只是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他都很简单，对不对？是不是？只是让你去变一下，因为让你知道说你所计算出来的是这一个东西，而不是硫酸，对不对？是不是？再从这一件事情再回顾到我们原先的醋酸滴定的那件事情上面，是不是同样一个意思？你算出来的是氢离子浓度，对不对？你算出来氢离子浓度的时候，是不是要倒推回去变成醋酸浓度，对不对？那醋酸浓度就牵扯到它的解离度，对不对？是不是？那为什么说这边没有牵扯到解离度？因为原则上硫酸都是100%解离，所以说你看后面的附录，它第二解离度是10的负2，
所以原则上它都算是百分之百解离，了解这意思吗？那醋酸为什么会有那种状况呢？因为醋酸的解离度太低。OK， 因为醋酸的解离度太低，所以说氢离子浓度就不能直接去换算成醋酸浓度，对不对？听懂我的意思吗？陈玉很喜欢打篮球。嗯。那，请问哈，我们的球队国家代表队跑到 NBA 去跟别人比赛，那请问下场是什么？把他们虐爆。啊？没有。那应该就没什么下场。我最记得哈，以前有个大学，就是北卡大学。北卡大学那年到台湾来，参观访问，然后呢，跟我们的国家代表队呢做了一个友谊赛，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些现在的那些老 Coco 都是那时候的一时之选，什么洪俊泽啦，那些洪俊正的哥哥啊。上半场，我觉得可以听听历史。上半场我们只输五分，北卡大学是当年的全美 NCAA 的第四名，厉不厉害？我们上半场只输五分。厉害吧？然后那个时候那些播报员盛竹如跟一个叫做傅达龙，两个人说：“你看我们都是打系统战，不像他们哈、哦，就是这个都是各都是单打独斗，我们都打系统战，所以呢，你看我们的成果不会比他们差多少。”然后中场休息啦，休息完以后呢，就开始下半场比赛。然后呢，下半场一共是二十分钟的时间，前五分钟，我们的比分输了35分，前五分。也就是说，人家上半场根本没在跟我们打，是在跟我们玩而已。就下半场人家稍微认真了一点，就赢了我们35分。最后，我们国家代表队一共输了50分。那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呢？因为我们的成绩差太多，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今天讲这个也一样。当我们讲酸碱中和或酸碱滴定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酸跟碱的状况是什么？那酸碱中和这件事情，我再强调一次，是氢的末。氢离子的摩尔数等于氢氧根离子的摩尔数，一定是指的摩尔数。OK， 啊，这一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它绝对不是指的这一件事情，绝对不是啊，一定是指的这个摩尔数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计算，请问各位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叫做一招半式闯江湖？这就叫做一招半式闯江湖。我再强调一次，
一定分两种，一种是衰竭，一种是氧化还原。都可以用这个。第二，稀释也是同样用同样的式子。然后呢，这个前面的 M 更妙，它可以是重量百分稀释的部分，重量百分浓度，体积百分浓度，摩尔体积浓度，当量浓度，啊，其实后面没有，化学只讲到这里。稀释四种通通可以用，滴定、酸碱滴定、氧化还原滴定的计算。通通可以用，但是请各位放心，高中不讲氧化还原滴定的计算，任何课本你找不到，啊，任何课本你找不到。然后这件事情，氧化还原滴定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化学系会学，其他系。不会，因为只有我们学分析化学会学到那个地方，化工系学分析化学还学不到那个地方。所以这叫一招半式闯江湖。各位，四位可爱的孩子们，我麻烦各位把这个记起来。啊，高中老师一定会讲这个。国中老师原则上也会讲，所以说你们国中原则上也学过这个吗？有没有学过？应该有吧。没有。应该有吧。应该有。过去。好。酸碱中和一定是讲氢氧根离子，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OK，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叫做酸碱中和。了解这意思吗？OK， 这个是因为氢氧化钠，它是不是只产生钠跟氢氧根离子？所以说氢氧化钠的摩尔数就是氢氧根离子摩尔数，对不对？啊？钠它在那个溶液里面，它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理它。对不对？那就辣了，无所谓了。所以说，我们下面要讲的东西就是盐类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要讲盐类的问题呢？是因为说。你酸碱中和以后会产生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我们统称为盐类。所以盐类既然是酸碱中和所产生的盐类，原则上都是可溶性，对不对？是不是？好比说氢氧化钠加上盐酸以后
它会变成氯化钠加上水，对不对？那这边就产生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净离子反应式，也就是说，氢氧根离子加上氢离子变成水，这叫做净离子反应式。那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因为牵扯到一件事情，钠跟氯在这一个反应里面，它实际上并不参与，对不对？对不对？没有人说，哎，非要用这样去做个实验出来，没有人那么无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它真正可以把酸性跟碱性的这种特性消除的这种状况，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式子？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式子叫做净离子反应式。这种净离子反应式不单单存在在酸碱中和反应，也存在在氧化还原滴定。好比说我刚刚所写的那个东西，我所写的这个也是净离子反应式，对不对？是不是？我只把参与这个反应的东西写出来而已，我没有把其他的东西全部都写出来，对不对？这种呢也叫做净离子反应式。所以，请各位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把所参与的把它列出来。其他路人甲、路人乙，那个我们就暂时放一边。这种东西我们叫做净离子反应式，了解这意思吗？啊，那今天就产生一种状况，当我们说，一个酸跟一个碱，它产生中和以后，那它所产生的盐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强酸加强碱这个东西，强酸加强碱这个东西，它的盐的酸碱性就是中性，强酸加弱碱，好比说，弱碱，氨好，盐酸碰到氯化氨，碰到氨水，会产生什么？它会产生什么？很简单嘛，你把它重新组合一下，阳离子不要跟阳离子在一起就好。它会产生什么？
那叫什么名字？中文。啊？这个东西叫什么？氯化铵。对，氯化铵。这就是强酸，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呢，弱碱，氨水是弱碱，对不对？强酸加弱碱，它一样可以中和产生水，然后呢会产生一个盐类，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盐类，就是弱酸性，氯化铵就是弱酸性。以此类推，弱酸加上强碱，我们今天讲的氢氧化钠碰到醋酸，它会变成醋酸钠加上水，对不对？是不是？那醋酸钠这个东西就是弱碱性，等到我们学到讲到所谓的缓冲溶液的时候会再讲一次这个原则。然后呢，弱酸跟弱碱呢，对不起，不一定，它是少数，它可能是中性，它可能是偏酸性或偏碱性，啊，那这种呢状况就比较多，因为牵扯到解离度的问题，所以这个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则。啊，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规则，这种基本的规则就请各位记下来。啊，反正强加强就是没有，啊，那强加弱，那强就多一点，对不对？啊，强酸加弱碱，那就比较酸一点；那强碱加弱酸就比较碱一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只是叫你去做这样的分别而已。好，这一点有没有问题？没事。奇怪，我就比较喜欢这个。哎呦，下课了。礼拜五，麻烦各位把你的作业交给我。有不会的没关系，请你告诉我这一题你哪里不懂，我哪里不会。这个时候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OK， 啊，好，下课。老师。哎，有。那我的作业是用那个，就是笔记本写。OK， 好。我可以拍照嘛，一样。也可吧，或者说你上课直接教过，教过也可以。我里面有一些很特殊的东西。哎，很特殊的东西啊！很特殊的东西。因为我笔记本没有分那个。OK， 好，我懂你的意思，不是说你化学里面有特殊的。我以为你化学里面有特殊东西，我就要叫你上台讲。让我扫，就是我拍照我扫描，然后。因为现在只有丙源跟我卖，你们其他三位没有。我不常用。不常用。我不常用吗？那我还用不好。